下一棒呢就要轮到今年的开季啊，话题最多的廖健富了，这目前是暂居三冠王啊，很难想象他才19岁，一个去年这个才很好的一个发挥，不管是打击，哦，结果呢这一个变化球掉到了，哦，这就是罗莉他厉害，球速是落后的，他前面两颗好球都是先主动攻击啊，你看他的一个拿手的直插球，所以就让廖健富看得出来，他这颗球进垒看似可以挥击的，吴医师的那一场九局下，天高，这一球出棒，哇，直接挡啊，传一垒是 OK， 可是要看，我们再看一次这个角度。一个弹跳，手套去挡住，在这个手套的后缘啊，等一下呢，跑者是跑了，传三垒，比较固定的哈，你可以看到，当廖健富起身要传的时候，李宗贤都已经跑了一半了。都过半了，这个要抓到其实都会有一点难度，是，这是到投手的雷了。